你已经运动完要回家了吗？我送你吧。要不要和我一起试试户外运动？这次换一个，我教你打篮球。没关系，锻炼才是目的。别担心，有我在。当然不会。周末你有空吗？到时候我去接你。篮球比较晚，初中才开始。当时我的个子不高，被高年级的人嘲笑。不过一年后，他们再没有打赢过我。享受运动的过程，比一切都重要。不要紧，我帮你纠正动作。放松点，动作不能太僵硬。低运球的时候呢，要以腕关节为主，用手腕和手指的力量运球，就像这样。学会了吗？走几步看看。多试几次就好。三个一起吧。不敢就快滚。
很不错。像这样，再试试，就按刚才的动作。刚运动完，别喝太多。你没事吧？今天先到这里，我们走吧。你刚才很害怕。再试试。很厉害。谢谢。我都记得。